是因为民主，我也不知道这个。对，啊，骗人骗人。那个因为今天是我们刚好这个原准需求不定期办那个举办那个演唱会，那我今天特别邀请了我的玩音乐的朋友，日本朋友，请这个马场先生、爸爸场来这边特别演唱，哎，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那我跟爸爸场也是已经认识了15年了啊。15年的这个长久的历史。那爸爸才原本是在交友协会的外交官，他以前是领事馆上班的，但是因为他很喜欢台湾，所以留下来，决定在台湾做发展他自己本身喜欢的音乐，还有演艺的部分。那他也上过很多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上过很多的这个电影。对，详细的部分等一下请爸爸场的个人自己介绍一下。那我们今天现在是已经是第二个 set， 刚刚8点到9点已经唱了。OK， 那我现在是最后一个 set。那爸爸场是唯一他是可以用4种语言唱歌的一个女歌手，好不好？唯一的。好，那我现在把麦克风交给爸爸场，好，谢谢。那如果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如果有一点点爱心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些这个提莫奇的这个提莫奇，还有呢，这边有爸爸场的那个唱片，如果等一下听听歌喜欢的话，这个是1张1000块嘛，几百块，会有爸爸场的签名，对，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把麦克风交给爸爸场，掌声鼓励。哎，谢谢 Michael Jackson。A B C D。我回来了。刚刚老板黑岛先生介绍的那样，我是一间对从事过外交的工作，但是这是我的前世的事情，已经忘记了。刘修生宇。然后现在我是那个创作歌手，有时候去演戏。在台湾的电影的话，应该参加了已经五部电影，还有电视剧的话5部电视剧，还有1部广告。就是他那个在那边贴上的那个海报，有一位和尚的照片，那是我，就是那去年获得金马五座的，不是五马，什么五马？金马奖金马五座的那个电影《消失的情人节》也有我的奖。在台湾十几年中文没有学。哎呀，拜谢哦，都棒了啊！金马五座的那个《消失的情人节》也有我的奖，就是那个和尚是那个角色。你去看过吗？我知道你。那个骑摩托车的那个和尚就是我，是，对，现在他好像那个 Netflix 上，可以看到了，所以回去再仔细看一看吧。那个关的是我啊，然后呢，前年是那个江湖嘛，是，就江湖那时里面也有演过日本的老大的角色，日本的老大，对，被杀死了，对，六九 ，OK， 有感。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台湾的那个制作方的那个什么 casting， 就是那个制作人给我一个，50块，50块。就是无视的意思，就是好像也有50块的那个铜板啊。好，因为呢，明天呢，我准备去苗栗一趟，为什么呢？我非常喜欢台湾的油桐花。